使用舰队，肯威的舰队，这个非常好玩。空间不足，回收吧。任务成功，2200，2200可以，很强。2500，哇哦，潜水编的女神，名画来的，3400，还获得了一个雕像。5000，哇哦！我这奖励真高。好的，我现在应该没有进行的船只，那太好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有哪些任务是可以用的。哎，解锁了一个新的航线，欧洲西北部。任务呢？极度危险。嗯，六个可用，一个可用，一个可用。我们来船战吧。先等等，我看一下这里的任务怎么样？1700，哎，奖励还真的是越来越好了。这个是最原始的，奖励都很一般，最早的、最简单的那一种。来，这个去闯荡一下。他们有军舰吗？有，我们也要派出军舰，70。然后再来两个护卫舰。哎，我两艘军舰啊，哦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要两艘军舰了，就护卫舰33，对，修理一下。这将是一场恶战。再来一艘护卫舰。OK，来吧，战斗，顺便。丢一个火药桶，哼哼哼，嘣！完了，不小心多按了一下。我本来只想丢一个火药桶的，把他军舰瘫痪了。为什么？你们不先打军舰呢？完了，快复仇！可能是因为我让他丢的火药桶的原因。再见。待会可以修理一下了。OK，继续。剩下一艘护卫舰，一艘帆船，我们就随便，咱就可以打得过了。到时候再修。再见。再见。Nice。我们要确保这些航线都是健康的。再来一次。剩下一个炮艇。来实验号上。然后再选一个钻石号，OK，走吧。炮艇的优势就是它的速度很快。但是它真的是不堪一击，OK，这个航线安全了。好，闯荡完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
先去这个欧洲西北部，是这个吗？这。对，这是新的航线，这是新的航线，3200，来，漫长的旅程，这个要50个容量，我记得我有，就这艘了，走吧，美林号，行动的一部分，75，它需要75，我记得我有80的，那就这个吧，修理一下军舰，送货去，去吧。回来，下一个，联盟一，联盟二，哦，好多钱，这个是70的，40的，60的，50的，那就70吧，我再派一艘军舰过去，海王星，走了。50，我还有护卫金可以送，去吧。海盗的要求，这个是40的，40的我还有一手护卫金。联盟二，60，好吧，那只能这样了。军舰，企业号，去吧。好，大西洋的成功，45，哎，这个容易。我记得我有50的，还是说50的已经被派走了？哦，还在，修理一下。其实不用修也可以，去吧。好，这条航线的任务都好了。下一个，葡萄牙。好，诅咒之夜。40啊，我应该有40的船，对，修理一下。反正我有钱，我钻石特别多。船只离去，OK，没坏处，给1700。15啊，那就这个就好。好，下一个航线北非，这是新的航线是吗？康康，1800。35，可以了，去吧。厨房的订单，45。我有个90的耶！天呐。40，修理一下，去吧。然后风暴之前，40。给多少钱？1300，可以去吧。厨房的订单，45。这个呢？15。修理一下，1000。稍等，35。这35可以，去吧，40的。我看一下下面的，这个一位法国的老人，30。哎呀，我有一艘90的军舰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欧洲的大门，2400哦，就是我用90的军舰去送这个，感觉好像有点太浪费了，对不对？信守承诺，55，哎，55这个可以哦，康康。20，45，45，1700，给的钱还是挺可观的。看看下面这个，刚刚的这个地方，给2400呢，这给2400呢，修理一下军舰，去吧，就这个吧。哎呀，不够，位置不够，
那就是个满欧洲的大门，去吧。你们可能会想，为什么刚刚这个不用军舰呢？也没有什么关系，等我那些船回来了之后就好了。20道航线，给1400，1300，老大了。好，就这个猩红肉，去吧。好的，我所有的军舰、所有的船都派出去了。17，最久的要17小时。军舰已经全部派出去了，正在进行任务中。好，确定。哇，我现在肯定非常有钱。我现在有9万，而且还可以出售。出售的话，唐和朗姆酒是可以卖的，其他就不要卖了，还可以升级一下。购买，我这些都已经全部升级完然后我这些都还没升级，忘了升。Have you a moment for an old salt? I'll not play duck and drake with you, Captain. I need coin to build a little emporium. I'd be ever obliged. And a local shop would bring in many a useful ware for you as repayment. 好的，购买700而已。很好。还有这个，哎呦。A nugget of your time, my friend. The men do sorely lack a place to do their wenching and debauching. With a little coin encouragement, I could have the old place Bristol fashion and a flow of rum fit to obliterate a good tar proper like. 好的。就光。You've done an old salt proud, Captain. You're making it worth your while too. Long men phones tell us me in a day. 海王升级。然后回到我的，等等，这里是。A good captain, he takes care of his men. Yes, the sailors are a bit dissatisfied that there are no women of comfort here.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em, but we need to build them a home. 好的。Merci, monsieur. Thank you. 好，舞蹈团。完全免费，现在雇佣舞蹈团，完全免费。这边呢？Been thinking, Captain. Why not build ourselves a grand old bonfire by the beach? The lads would be of better cheer if they had such a spot to let loose. You savvy? 好的，引火。舒服了。完全免费，雇佣海盗完全免费。哇哦！购买5次产生出的升级。花了好多钱，9万变成7万，太抠了。大雁大瓜还可以再升级呢。怎么进去来着？这里吗？啊，果然。This still doesn't quite feel like home. 升级蒙面6000，市长，对，我就是市长。还可以再升级，对吧？It's still missing a little something. 塔与花园。好，继续升级。Now what could I add to make it perfect? 宾客屋。4万。不透。啊！完全升级了，升完了。哦，太好了！
最后一分钱，哎。哇哦，全面升级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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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强，还解锁了一个成就，非常的棒，非常的开心。然后我现在一无所有了，剩下6000多。好的，那么呢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，加个订阅哦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